玩完了你呗。还落唔系在这边插啊？今天是8月3号，我们正式要出发去新加坡。去新加坡做什么东西呢？你们看那个thumbnail已经知道了。是的，我们要去上船去玩，不是去玩啊，是因为要拍一个综艺节目。可是那个综艺节目呢，是在船上拍。去那边总共多少天呢？5天。5天4夜，所以去那边这么多天，到底玩什么东西，做什么呢？这个 vlog 就是记录给大家知道一下我们做什么东西了。我们现在先吃一下早餐，然后做一些 check in 要做的东西了。Let's go。啊，你看，我是第一次参与这种 check in luggage 啊的这种活动，原来现在是可以好像这样自己什么 self check in 啊，算是吧。很爽哦，以前都是人家帮你 check。是啊，以前很多人帮我 check in 的，我讲我去哪里啊，大宝亮跟着我去啊，我的老板带家人去玩，有便宜啊，大宝亮带全部人去玩，知道上船有便宜啊，特地生多一个孩子出来带他去玩。姐 ，hello， 快点，没有用。啊！打气是到火了，是到火了，打气是到火了，那个太重 check in 不到，是到火了。没了吗？打气就是这样，打气每天一点点东西就生气了，通常打气一生气哦就要抽烟了。啊，弟弟来洗手，刚刚你摸了打气狗狗来洗手。哎呦，真的是有了啊！啊，对了啦，那就可以一直摸打气狗狗了咯。哇，突然的缘分就是这样来的，你看我跟他做这种缘分哦，想逃都逃不掉。现在哦，我们已经是到了新加坡的这个机场 Changi Airport。大家在处理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要 check in 啊。新加坡的一个 arrival 卡，你要download它的 app， 然后在里面去弄，或者是你 scan 它的 QR code 上网弄也可以。啊 ，police！ 啊，大希啊，不要抽电子烟啊！现在我们来到哪里？什么 hotel？ Lion Peak Raffles Hotel。这个是什么区啊？这个是 Raffles Place 这边，靠近 Bugis， 然后很多好吃的。哇，我们这次来哦，一定要吃到那个什么剪刀剪咖喱饭。因为之前我们有来玩过，也是很想去吃，可是没有吃到。听讲是很好吃啦，所以希望这一次哦，可以去吃到这个剪刀剪咖喱饭的。我们现在先把我们的行李搬上去这个 hotel 先。3.9万啊，可以买多多一个。哇，我记得一个 studio 有没有 ？OK 啦，唔错啦。好好了。哦，冇嘢啊，坐好远嚟都冇啊。冇锁门嘅咩？真系冇啊，同我 studio 一样咯。哈哈哈哈哈。六。哈哈哈哈。你会录吗 ？Yes， 这个。小声一点，这个就是我们在新加坡的 hotel 啦。其实我们只是租一个晚上嘛，这个 vlog 主要呢就是给你们看我在新加坡玩一下，然后明天的早上就会去那个船啊，那个船。给我选有咩啊？喂。去上那个船了、啊，上那个船主要是拍一个综艺节目了。谁的综艺节目？其实是怪咖这个 YouTube channel 那边的。让我们欢迎大马最红的团体 D7。大家好，我是国际巨星。哇，快哦！是你们哦，没有良心的，懂吗？怪卡这个综艺节目，拿命来玩啊，很顶啊，我们可以玩这么多集这样。所以我今天这个影片类应该都不会拍太多，就是关于到我们去的那个综艺节目了。那个船上到底有什么东西啊？尽量啦，有时间就拍了，没有时间的话也就没有办法了。因为感觉上我们这一次去这个综艺节目是蛮 pick 一下的那个行程，所以不懂有没有时间去拍，尽量。
家咧，我哋就喺呢一個 hotel 嘅 lobby 啦。我哋而家我哋做呢一個 COVID test。呢個 COVID test 咧係因為我哋聽日要上呢個遊輪啊。所以為咗安全起見，我哋做個 test 睇自己有冇中 COVID 啊。好 high end 嘅，我哋嘅 COVID test 啊，唔係去個咩 clinic 做嘅，喺嗰個 Zoom meeting 入邊做。個 doctor 咧睇住我哋咧，撕嗰支嘢出嚟插，等等成個 result 咧 doctor 去 monitor。啊 ，doctor 睇住你做呢個 COVID test， 如果你中咗咧，佢就講哦你可以上船；如果你冇中到咧，佢就講哦你可以上船，就咁簡單。美女。对，那我是在你 vlog 出现是吗？啊，然后我们做 test 哦，遇到一个认识我们的人，哇，你比较喜欢我还是比较喜欢黛西？你让我讲诚实还是？当然是诚实啦。诚实啊，可以咯。哎呀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哎呀，那我们做 test。对于一个很乡下的我来讲，刚刚搭公共巴士哦，原来这边的公共巴士啊是可以用我们马来西亚的 bank card， 主要是因为有 visa 是吧？甚至连 MRT 那些，我觉得应该都是可以的，只要是公共交通的话。繁忙人活在繁忙的城市，啲廢人今日要離開呢個城市啦。我哋就係嗰啲廢人。你啊？尋日食完嗰一餐之後咧，我哋夜晚其實係有去睇呢個拖嘅，四個人睇，三個人瞓覺。最緊要嗰批我哋都冇睇到啊！喂，冇想講我嘅，呢個唔係重點，重點係咩咧？今日係我哋喺新加坡嘅第二日，今日就去上船啦。上船啊 ，Royal Caribbean。所以而家咧，我哋就 check out 咗個 hotel， 跟住咧 on the way 去緊呢一個 cruise。我哋而家去個 Marina， 唔知咩 Marina Bay。咩问题？唔知，好 serious 咁样，我唔知。我眼哥死啲眼，其实冇眼哥冇，讲眼哥死啲眼。我要上船了。现在就在这个小小的通道哦，直直走进去里面的就是上这个船的，大到这个船，高到十多层呢，而且它外面这些就是我们的 hotel 来的。咦，王雷大哥喂，哎、欸，你听日又坐啲噶啦？今晚又坐啲噶啦？今晚又坐啲啊？应该会出到去个 iceberg 嗰边啊 ，bang。iceberg 啊？哇，还有 robotic arm 哦，这个厉害哦，用机器来帮你调酒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房间啦，550。现在要回房间先，可是我们有一个东西，等下要演一下，因为我们现在开门进去哦，我们不能弄乱那个房间先，只是可以放我们的 luggage。然后等下呢，就会去梦来楼拍那个综艺节目的开头，那开头哦会有一个 room tour 的，那个 room tour 我们要演很惊讶，哇这样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。简单了，我最想演什么东西？哇，干你那西北大操！什么香哇，西北大我的房哇，为什么还没有来？我们的房卡还没有来，怎么没有来？台梯在学那个台灯灯上面拉那个提琴那个，再看看是啊，也蛮像一下这边的。这我们看台灯灯啊，正水正到一半啊，就是类似这样啊，一直这样顶，还在演正水正到一半的。Jack， 跟着每一个床都稳着。就这样死啊！低清版的台灯灯就是这样拍。I'm waiting， 净系得个灯。整下难啲嘢咁样。整难啲嘢。得啥？呢度嘅quality build得唔得？有啲松松地啊，但系都系实嘅，冇问题嘅。你睇下呢个招牌先。诶，呢个招牌啊，劲啊呢个嘢。几靓嘅。好硬，系quality嘅嘢。跟住咧有一个好神奇嘅嘢。几靓神嘅。咁呢个牌咧，可以黐住佢。feel。就你个 take two， 喺度黐住佢。take three， 喺度黐住佢。刚听到干弟讲，有点摇啊，有点晕。这条水在 feel 看那个船是不是在动 ？No， 我的根本大家更肥，怎么不上 gravity 啊？不上 gravity， 很稳啊。
两条水站在那边丢船。哎呀！好像平时你的大便在那个 toilet bowl 一样，蹲台蹲到马桶。这条水大便啊，但冲台电到水，我不开玩笑哦。操！哎，聊聊聊聊，45分钟过后终于来了。但是哟，他们乱性命的、啊。哇哇，还有起床片。哇哇，好细啊！来来来，我冲凉了。我想看你站在那裡轉身，應該轉不到身了。你都 OK 啦， OK 喔、哦、喂，出回來先，我屙屎真的很急事喔、哦、先等一下。好了，在大希正在廁所做一些大事的時候呢，帶你們來參觀一下我們的這個非常小可是什麼都有的房間，看到嗎？這邊呢就是一張雙人床啦。其實我不懂他其他的房間有沒有一些是兩張單人床的，可是應該是會是有啦，很正常啦。床的前面就是有一個電視機啦，這個電視機有什麼看，所以不要理他先。然後有鏡子啊，主要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東西。這邊的插頭呢是這樣子，然後有兩個是 USB， 這些我就不知道啦，什麼國家大家有誰懂的話可以在下面 comment 一下，可以讓其他人看到然後給我們知道一下。如果下次來的話可以帶 commenter 來啦，就不用这样麻烦。然后这边就有一个椅子咯，如果你是跟你的另外一半来的话呢，就除了在床之外，你也可以选择在这一边啊，还没休息的时候啦，除了在床休息啊，也是可以在这个椅子这边休息的。OK， 这样讲完里面就是给你们看外面啦，这个就是我们的balcony啊。这样如果是有带女朋友或者是男朋友来，除了床，除了这个椅子呢，你也可以选择在这个balcony的，还没休息的时候啦。在这边吃就是最爽了，你看，哇呢，哇！如果突然间有个海啸来，不能怎么办？你看这条水好像逃难一样，一餐两碟，满满的。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，要去拍在这个综艺节目玩的第一个游戏，可是并不是第一集出了，看没有？哎，随便了，反正就是第一次跟他们一起玩游戏的，是玩碰碰车。碰碰车到底要怎样玩，然后任务是怎样，我们还不知道。你想看的话呢，就要去怪咖的 YouTube channel 去看了。This is it， 从小玩到大了。Yeah. 刚才哦，妮妮就一直在叫我节目上面要一直笑，嘴巴要开大，然后我就拼命了很久，然后这一节目已经 end 了，他才跟我讲有菜渣，这样整个新加坡都记得你哦。哇，他心机很重哎，在这边放那个菜的，很欣慰哎，他竟然会放这个小心思，让全部网民会去写，全部记得你哦，很明显是不是？哇！而且我还站在韩哥比这样靠近他，他都不口。他觉得一定是我嫉妒他的美貌，所以我一直没有跟他说。但我没有，我真的完全没有跟他的美貌。没关系，这我就认了。你嫉妒他就讲。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，我们来到了巴生，看到吗？后面这一个非常漂亮的港口，巴生港口。一大早原来是玩这种东西，难怪这样早醒，因为这样哦才可以冷死我们，老远厉害。现在这个船哦，从新加坡、啊、来到 Klang 这里呢，它会停，可是停多久我就不知道。每个地方都到傍晚，到傍晚6点，然后就会往 Penang 那边去是吗？嗯，然后 Penang 那边呢又会停，也是到6点，然后过后我就会从 Penang 那边直直飞回去新加坡。Yes。你看，哇，西北大，哇，那个交大了，这个时候就是要拍。
有一点不好意思哈，南姨，你藏什么呀？藏什么？我们拍一下正常的 size 哇，你看差几远 ？Asian size， 这是什么 size？ India。哇哇，这个怎么样啊？差不多了啦，你右手上去啊，右手先，右手会不会的？不会就下来，左脚上一点，左脚上面。高点，拿高点，拿高点。下一位，下一位。这个厉害。这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第二个 game 了。其实我们在这个船上面哦，很少可以就是有时间自己去玩自己的 game， 其实没有很塞吧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把那个时间花在拍这个综艺节目嘛。因为当有时间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是要休息啊，要不然就是吃东西啊。我们唯一能 enjoy 得到的就是船上的那美食咯。你们也可以去之后留意一下米奇跟达意的他们的 video 了，他们是一直拍吃东西的。然后有时也可以顺便享受一下这边的景色，比如这边这样子咯。哇、啊！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来 cruise 的好处啊。我们现在也是可能休息一个小时或者是半个小时这样子，然后又要再拍那个综艺节目，是比较忙啦，可是是 OK 的，可以因为工作上来这个船玩一下。然后啊，这个船也是有赌场，阿弥哦。所以如果大家想 test 一下自己的运气好不好呢啊，来小玩一点点就好啊，千万不要赌上瘾，万一烧到手的时候呢啊，不好的事情就会发生了。毕竟这边这个船就这样高。哈哈，这个呢就是这一艘船的船头，可是这边是第14楼了。如果我要再前面的话，其实好像下面第3还是第4楼那边，那边呢就真的是船头前面那一边。这边呢就是上来你可以游泳啊，然后旁边有那个加固剂啊，那个泡泡啵啵啵啵那个啊，你的蛋就变半成熟蛋。啊，就是那边旁边也可以玩，然后、啊、还有一个小小的酒吧，要喝酒也可以的。但这边应该是小孩子不能来了，我觉得啦，因为有酒喝嘛，所以小孩子应该是不适合来这边。然后偶尔呢还会看到一些黑黑的人，不是我啦，啊，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国家的人来啊，有黑人啊，有白人啊，啊，有巴西人，哪里都有，所以你也可以上船哦，认识很多不同国家的人，做好朋友这样。可能你到时候你去不同的国家，哎，就有免费的家可以住了。所以来这边玩呢，可以认识到很多不同国家的人，这个是其中一个好处。看，巴西的都有，不是印度的吗？非洲啊，啊印度的。Yes， 而家系几点啊？凌晨2:35。而家我哋喺啱啱过咗 KL， 而家应该喺 Perak 嗰度。啊，应该 somewhere around there 啦。差唔多啦，而家咧出边落紧好大雨，倾盆大雨。好高大雨！你大家睇下有几大雨，边边嘭嘭啊，听到冇？啲白色嚟噶，很恐怖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就将下大雨。我们房间太冷，你看那个相机起雾了，很夸张啊！突然间在海上面下这样大雨，很恐怖一下。可是而已，他那个房间里面的隔音啊非常好。早安大家，现在是早上6:24，这个是楼下送上来的早餐，这是我们昨天晚上点，还有一个早餐牌，它会放在你房间的抽屉那边。如果你明天早上想吃早餐呢，这你就贴那个早餐的那个蛋，然后挂在门口，它就会大概是这个时间送上来给你吃。多几个小时就会停船在槟城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要下船在槟城里面玩接下来的最后一个游戏，好像是，哎，不是。我也不懂，先吃早餐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在槟城了，等下我们会下去槟城那边去玩，会到处走啊，就做很多任务啊，要到处跑，然后顺便哦带你们去看看槟城的人啊驾车啊。大家还记得吗？上次大气啊，走，一个很白金啊，白白你个很。过个时候过快快，你妈红灯慢慢行啊，行得头。大气，大气，我哋阵间去落槟城啊，跟住你记得你喺槟城做过咩冇？啲人啊，唔交真系咩？唔得咁啊，慢慢。哇，美女，哇，这个哇，这个袜子，哎呦，哇。可以吗？还没剃干净。哇，很美嘞，这个谁送你哦？我的 KL 扶冲的男朋友。你这是在讲我啊？我说我爱仔爱谁？充个1万就好了。你要接送你的 TikTok？ 这个还好啦，已经3万多了，应该 OK 的。哦 ，TikTok 是没有问题啊，很红啊 ，TikTok 是 Instagram 不够高，帮忙一下的。1万就好。啊，3000而已。哇。
这一艘不是我们的船，这一艘才是，看到吗？哇！讲得很好嘞，是我，你读华校的，是，我不见他都会啊，我不会，我一点都不会。不舍舍不得，冰城里变得大家很快乐。不想回去，这边很爽啊。Hello， 迪士尼的观众朋友们，好，很害羞啊，很开心，终于可以跟你们一起合作。然后希望你们下次拍 MV 的时候，如果要一个男生，记得找我，我会很乐意的来跟你们配合。还有迪星的朋友们，你们啊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也来关注我们。好咖是怪咖，关注。还有哦，我的 Instagram 是 GlennYQH， 所以马来西亚的朋友们，你们也可以来关注我，谢谢，耶、yeah。啊，害羞了，不知道讲什么，不知道讲什么，听到没有？莫西西，你看到刚刚那个照片不能了、啊？你，我跟他拍这么多张哦，都比不上刚才他们的一张哎。这一张哦，要比回来。OK， 来，来要看谁看你啊？没有，西西，你的手要拍他的胸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个 pepperoni， 快点快点快点，要拍他的胸。甜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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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甜
哎哎哎哎！什么啊？他卖五十张票啊！你们这帮废柴，最好卖完他。林美跟你们讲，到时候1月1号，阿夏达人呐，你们要10000个人一起 AAA， 不然。